这个时候呢，就会有很多我的铁粉说，那干嘛还要买0056？哦，当然这不好说了。哦，不是不是，我觉得应该各有各的特色啦。对对对，毕竟要这样讲。其实各有各的特色。对，因为芭乐跟橘子是不能一起买的。所以谁是芭乐？好，芭乐是一种骂人的代表。因为我们都会说香蕉，你的芭乐，所以哦，你应该说苹果跟橘子。你乱讲哈，苹果跟橘子。对对对对，苹果跟橘子。你要害我失态了。苹果跟橘子。网友会留言说艳丽又失态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按赞、留言，并且订阅华视优选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哦。